to you.健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5月7日星期二下午4:12，欢迎各位来到今期的健康大数据，我是 Rainy。 在电话那边有听众朋友很熟悉的廖博士。是啦，我哋上一个星期喺健康大数据里面就同大家探讨过啊，一个人点解会情绪失控，会有愤怒嘅咁样嘅情绪产生，咁啊同埋咧愤怒会喺我哋嘅身体当中产生一啲点样嘅负面影响。咁啊，今个星期我哋节目嘅开头咧，赵博士同我哋会介绍一下关于有一啲research 就表明啦。正確的工作是可以令到一個人有積極生活的心態的。是，時間交給趙博士。Rainy， 我們又回來了，今個星期講起為什麼一些人呢，他們不可以做一些事他們不喜歡做的。當然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腦和心去做一些事我們不喜歡做啦，大把嘢要我哋唔中意再做啦。咁但系做得多，嗰啲研究就话做得好多次数，呃住自己咧，可能会引致到闹人嗰个感觉嘅，甚至会影响到个身体唔好嘅。咁咧就系点样咧？譬如如果你发觉你星期一咧翻亲工都系唔中意，都系唔开心，甚至咧系即系过分地系。即夾硬勉強去做的時候，可能其實你那份工不單止對，即對你不好，對你的身體不好，其實你對那份工作都不是很好的。不過我們知道，我們中國人很多時候華人就由小都是教識自己，即做人呢要屈就點不要緊，你不做大班人等著做咁咧就夾硬去做落去啦。咁既然啲研究咧就話俾我哋聽，現代嘅研究咧係話咁樣係好有問題嘅。當你好有問題嘅時候咧，日子內咧就會製造到好多唔開心嘅嘢，身體嘅問題。咁啊，到其時咧食濃肉都補唔翻啦。點解有句咁嘅説話出嚟咧？係因為真係補唔翻。你一邊就聽緊健康嘅嘢。甚至冇諗過健康。如果你唔諗健康，根本冇嗰個注意力咧，一早就冇發揮到自己中意嗰樣嘢。咁然後就想做咩唔知啊，求其啦，揾兩餐就算啦。即係用嗰個角度啊，係求其時候咧，咁你可能成個人生真係變咗好求其噶啦，真係變咗啲要求咧就冇曬。咁嗰個研究報告其中一個咧就係 Ohio State 裏邊咧就發。現咗咧，就係去到你20多歲嗰陣時咧，就禮啦。跟住然之後咧，50多歲咧又嚟多次喎。究竟嚟啲乜嘢咧？呢個叫做 quarter life crisis。哇！讀咗咁耐書，又讀完中學，又讀完大學，唔知自己做乜嘢好。25歲嗰段時間。跟住咧，50歲嗰段時間又發生多件事喎，就話：哇！我人生一半嘅時間冇咗啦，究竟做緊乜嘢？咁而呢啲人咧，好唔開心時候，佢就會喺個報告裏邊 report 咗，就係有抑鬱啦，有 stress 同埋睡眠嘅問題，甚至除咗佢個嗰個叫做精神嘅影響咧。佢連健康嘅影響都有，咁就睇到啲類人咧，點嘅邊度開始咧？就係由佢細個已經係冇時間，冇擺到時間落去提升佢個注意力啊，咁變成咗
當你需要到去問你喜歡吃、炒蛋還是喜歡吃煎蛋呢？哦，未試過，沒想過。炒蛋就炒蛋，煎蛋就煎蛋，給什麼吃我就吃什麼。即如果用那個心態呢，如果真的這樣就沒事了，你真的沒所謂就沒所謂。但如果你是有所謂而握住自己，或者甚至沒有提升你的注意力呢，那就很有問題。這個研究就是講這件事了，即如果真的不介意那就是了，但如果你說你不介意，其實你介意呢，哇，咁呢個去到廿零歲同埋五十歲嗰段時間咧，會影好大影響，影響兩次添。有啲人可能會搞到成個家庭都有問題啊，會搞到工作成問題啊。咁唔係話去換工咁簡單，係應該早啲時候集中個注意力。咁如果你早啲時候冇做到嘅，你可以而家即刻開始，早啲開始鍛鍊翻自己嘅注意力。留意翻自己中意啲乜嘢嘢，跟住然之後擺少時間落去自己度，唔係賣曬俾其他人啦。咁呢個咧就可以令到個身體好多。如果唔係咧，你食咗嗰啲嘢啊，去整好自己身體，根本都冇留意到啊。咁啊，我一陣就廣告翻嚟會講下啲鼻敏感、鼻塞嘅問題添。等同嗰個注意力咧，攞一個例子，等大家可以。用这个注意力来留意一下自己 的身体。嗯，其实就是说在这样的花粉日子里面，我们的鼻敏感除了我们可能是、除了敏感之外，是不是还会有其他原因造成我们鼻敏感？有，譬如我们呢睡觉的时候擘大个口睡觉，咁啊，引致到咧，第一會引致口臭啦，因為你要合埋個口咧，你啲抵抗力先可以去到個乾曬嘅時候咧，嗰啲菌就發曬癲嘅裏邊，咁啊變咗呢個會影響個口腔啦，影響個健康啦。咁你話哇，起身時候你冇用到個鼻嚟唞氣，淨用個口又係喎，咁咧唔係會冇鼻水，不過乾曬啫。咁當你去呻嗰下咧。这个就是问题了，就是你怎么呻的鼻呢，如果它干晒的时候塞住晒，那也都是很多菌的，所以变成了你可以很易，如果个口腔不好，鼻又有些塞呢，再加上鼻敏感，很易就变成了就是搞到 middle ear 那里呢发炎了。但是怎么制造这个发炎呢，就是呻鼻呻得不啱，事后就会令引致，特别小朋友就会引致到呢就會耳痛啊，耳仔中耳嗰度發炎啊，好多呢啲問題咧，係當你呻鼻時候，攣住兩個鼻，或者大力咁呻咧，嗰條管咧其實向住後邊嘅，咁你應該點呻鼻咧？呢、這個先最重要，係啦，然後用另外一個出氣，係啦，啱啦，啱啦，就係、是、要一邊去呻，呻完一邊先呻另外一邊。你不要同一時間大力呻曬兩邊咧，這個就已經可以令到你好好多。另外咧就係、是、點解你會知呢樣嘢嘅咁得意嘅？嗱，曾幾何時咧有句説話叫做咩啊？叫久病成醫啊，陰公。我最早咧就有個好犀利嘅過敏性嘅鼻炎嘅，咁其實。在未離開中國大陸之前，未嚟美國之前就已經有，咁其實都困擾咗我好耐。後尾兩邊啲醫生都有咁同我哋講過，即係將呢個鼻炎過敏性鼻炎嘅呢個治療方案有即係講過好多次噶啦。咁就係話噶千祈唔好有啲壞習慣嚇。尤其是朝頭早起身嗰陣時，你知啦，我哋呢邊又乾，玩下手起身，即係已經見血噶啦，已經嚇。咁、若果再好大力咁，即係你有震動噶嘛，好大力咁玩下手，將個鼻黏膜或者係裡面嘅氣管咧，就會更加有呢種震破咗佢啊，佢啲毛細血管會出血啊，啲咁樣嘅事情發生，係嘛？啱啊，就係、是、中曬啦。
即系当你去，我宁愿唔知呢啲咁嘅嘢咯，就代表我一路都好健康。但系久病成医咧，你就会知呢啲咁嘅嘢。哇！我哋冇夹过个 Rainy， 我同你即系我啱啱咁样咧，即系我觉得哇，好啱啊！原来你真系知道晒呢样嘢。咁但系你系做电台嘅，你把声以前个鼻咁样塞落去，咁嗰阵时有冇影响噶？其实就系只有。朝頭早或者是真的索到一些你的敏感源的時候呢、就真的辛苦了。很奇怪的、可能被你說中了，我找了一份即我自己喜歡的工啦、我在大陸拍戲的時候呢，你譬如說我們現場要收音，不讓大家出聲嘛、當我 focus 在我們的現場的時候、我不會打一次的、主持節目緊嗰陣時 ，online 嗰陣時亦都唔會嘅喎。但係若果喺麥後錄音咧，哇，咁啊嚟噶啦！即有陣時可能即自己個精神力量都係有緊啲嘅嚇。當你咁啊好專注一樣嘢，好聚精會神嗰陣時咧，可能就唔記得咗件事嘅啦。可能佢真係就唔打個黑字嘅啦。啱啊，啱啊，所以我哋因為有啲玄學嘅嘢喺裡面嘅。絕對是啊！你即係你點？好多人就話：咁我點知我中意做啲咩？唔好諗做啲咩樹，你唔好諗咩工作，你諗下你中意咩顏色，你中意有啲乜嘢嘢，你不停試呢樣嘢，用分數一至十，十係最高啦。你去嘗試去未必講中意添啊，就係你跌親或者你整親或者你有敏感，今次一至十，十係最高嘅幾多分開始。俾多啲分落每啲嘢度，等你學識一個比較一個比例咧，咁然後慢慢一步步嚟去明白，樣樣嘢都可以比例嘅。譬如今晚餐飯好食啲，定係尋晚餐飯好食啲，而個湯好飲啲，定係個飯好食啲，定係餸好食啲，你可以用好多個音樂。啱聽啲定唔啱聽啲？聽多兩次時候，仲有冇咁好聽？你可以用好多個唔同嘅角度嚟鍛鍊自己嗰個注意力啊。係，冇錯啦。OK， 咁我哋呢節節目時間先到呢度先，稍事休息一陣，廣告之後見。媽咪，呢個母親節，我家姐同爸爸一齊準備咗一份特別嘅禮物俾你啊！是什么礼物啊？梗是千顶云脂啦，内含云脂精华多糖肽，经美国著名大学临床研究证实，能有效提升免疫力，保护你健康。我和家姐都吃紧，爸爸都好支持啊！多谢你哋，我好感动啊！千顶灵芝，孝心的礼物，呵护母亲健康。三藩市经销商松草城，415-986-1888。母亲节即将到嚟，你的礼物准备好未？畅庆珠宝为你悉心精选众多瑞士名雕、名钻珠宝、顶级珍珠同天然翡翠，感谢母爱，就送妈妈最好的礼物表达爱意。而家就到 CH Premier Westfield Valley Fair Mall 总店或炮落 Alto 士丹福购物中心，电话408-983-2688，408-983-2688。畅庆珠宝向天下母亲献上诚挚祝福。脚同足部有痛楚，行路都有问题，找方刚祥足科医生，快速获得舒缓及治疗，收费低而接受大部分保险。麻烦沙臣街950号三百室，电话415-362-6602，415-362-6602。上星期我去金山陵园殡仪馆参加老王告别仪式，佢哋最识华人风俗。服务周到，环境摆设都是一流。我识我父母已经买了另一间的殡仪预购服务，不是我都想在金山办理啊。没问题，根据加州法例，你可以转换到任何一间办理，有很多人都转换了，只要简单签个名授权，金山就可以全部办妥。金山墓园殡仪馆在 Coma， 电话650-757-566，757-566。星岛中文电台全新广播模式，下昼两点钟之后的节目转为网络播出。收听方法有三种，分别是手机 App 星岛 TV、星岛 WiFi 收音机和星岛网站。Android 手机请到 Google Play 下载，输入 SINGBAOTV。苹果手机请到 App Store 下载。要购买星岛 WiFi 收音机，请即致电650-808-8888，为你带来更清晰的立体声网络广播体验。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
4:26翻返嚟今日第二节嘅健康大数据，我哋继续将时间交俾赵博士。咁如果我哋喺一份工作咧，我哋系唔中意嘅时候，夹硬继续做落去，会发生咩事咧？首先數據就鼻炎越嚟越嚴重，個鼻炎當然個鼻炎好有問題啦。但如果你咁啱好在冇敏感嘅時候冇過敏咧，咁你又點知道你有冇問題咧？係咪要等到25歲同埋50歲先至有反應咧？未必嘅，首先個數據喺淨係有幾多人唔中意佢份工作咧，度咗有10個裏邊咧。有4個係唔中意佢份工嘅，好唔中意佢份工嘅。咁然後啦，度到出嚟咧，個研究度到出嚟就係會有機會咧增肥，或者個身體個新陳代謝唔好，咁變咗肥唔代表一定睇到嘅添喎。有陣時個人覺得攰添啊，咁有呢個。第二就係成日病啊。哇！真係病咧，即係個抵抗力咧，都同你講話哇！我真係唔得啦。咁即係一有人病咧，你就會感染到啊咁樣。咁有啲咁嘅喎。咁有啲咧就連咁樣都冇反應咧，一病咧就病餐大嘅，即係譬如有 cancer 啊，有呢啲心臟病嗰啲嘢。咁然後啦，仲有第三種人咧，就係佢哋嗰個精神嗰個問題就係、是。成日攞人嚟鬧啊！即係佢根本自己本身非常之唔開心，所以好敏感就係會鬧人啦。咁呢個咧又係其中一種嚟嘅喎，即係都係同一個 group， 但係咧佢自己顯出嚟唔同啦。咁然後啊，仲有啦，就成日都好負面嘅。你可能又遇過有啲人咧，即係一講開嘢咧，就講呢個世界咧嗰啲，我要小心啲，係我本身成日講個世界有咩問題，但係咧唔係呢種，係佢成日攞啲嘢嚟怨啊，係嗰種啊，唔係報告，唔係睇啲嘢，唔係想改變啲嘢好啲，係就咁得個怨天怨地嗰種啊，嗰種啊，咁然後咧個人又猛又怨天怨地咧，你會見到呢個 stress 咧又係唔中意，仲有就係有啲人咧係瞓極都唔夠嘅。瞓極都差唔多電嘅，研究睇到就係話佢哋咧遲啲咧，佢哋亦都會有呢個睇嘢嘅問題啦，個眼又會蒙啦，聽嘢又會唔係咁好啦 ，reaction time 又會慢咗啦。點解咧？因為佢哋本身都好唔中意，都夾硬，人生日日都係夾硬，唔係好想星期一去翻工噶啦，因為佢覺得雖然要揾錢要食嘢，但係佢除咗咁咧，唔係真係好中意嗰份工作。如果你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係個原始點開始咧，就係學識提升翻你啲注意力，提升翻啦。咁提升翻啲注意力咧，咁你可能會對於我其實對佢又唔好，對我又唔好。你可能聽過一句就係長痛不如短痛啊嘛。就係、是、發現就係話，其實都做緊啲嘢唔啱你嘅，攞曬所有人嘅時間嚟咬咗。你可以想像，如果做一個先生、一個教授，唔中意教書嘅，不過要揾兩餐去教，那個學生想問你啲嘢嘅時候，你當打份工，你聽到都覺得好唔開心啊，都有問題，就係、是、點樣搞成咁啊？就可能你聽到一句就話：哇，做先生好喎、啊！我淨係攞呢件事嚟講啫，通常唔係講做先生好嘅，做律師好嘅，做醫生好嘅。哇！咁但係如果你唔中意做，或者你做咧唔係好中意做，你做真係人哋覺得係好嘅，或者你話啊，我同嗰個人結婚好唔好啊？好，我哋個個都話好，但係你自己有冇覺得係好啊？如果你覺得唔係真係好好咧？唔好搞啲咁嘅嘢出嚟，又系翻翻去个注意力。如果你多啲去锻炼自己嘅注意力，你就会好快答到好唔好噶。哇！但系有机会结婚唔结嘅，可能迟啲冇机会嘅，成日咁高要求，我哋结咗先啦。咁你咪开始出问题咯。我哋唔中意嗰份工唔紧要，做住先啦，做下做下，眨下眼就已经10年20年啦。有啲咁嘅問題喎，
所以新一代他们看到上一代呢很多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直情是很快脆就换工，换定先又是一个问题。你会觉得为什么这么敏感呢？你估计他变成这样有板体的嘛，看到上一代原来很多些不开心的东西。Social media 就会给我们看到所有人最开心的那边的。但其实事实上是不是这样的呢？是不是真的这样？其实背后呢很多很多不开心的东西其实是不在 social media 见到的。在哪里见到呢？就是关在门家里面见到咯。如果你想避免这些问题的呢，你多啲去令到自己提升注意力。頭先咧，Rainy 個注意力對於嗰個鼻腔咧非常之高，因為佢自己遇過呢個問題啊嘛，佢知道噶嘛。嗱，有啲人咧，佢哋冇辦法有嗰個反應，或者個鼻好乾，可以做啲乜嘢咧？你可以用個 thumb 啊，即係嗰個第一個手指咧，那個手指公咧，拱落去嗰個面嗰、那個嗰、那個叫做面珠嗰個位置。推上去就推上去，跟住用另外隻手咧，食指咧嚟拉個鼻遠啲，即係打側啊，拉住個鼻，跟住然之後咧，如果我拱喺右邊，跟住然之後用個左手去拉個鼻咧，令到另外嗰個鼻哥窿係開嘅咧，然後呼吸，啊，咁你咧就可以咧令到嗰度多咗鼻水嘅。現在換手了，用左手指公推左邊的塊面，右邊的食指呢拉左邊的鼻哥窿，拉去右邊，跟住然之後咁原來你深呼吸下去，做五六次每邊咁樣做法啦，用雙手啊，一隻手就係手指公，跟住另外一手就食指啦，咁樣做呢，你會令到多咗呼吸喺度。廣東話的特別好處就是你用啲嗯音，我啊，用我啊，你咁樣，有嗰啲嗯字咧，好多時就會刺激到當頭先話用個鼻腔咧，你可以令到你自己多咗鼻水，多咗注意，仲通多啲喺個鼻度，就唔係就話啊個鼻塞就滲咗佢啦，滲咗佢滲有時滲親個鼻。但我哋咁样做法咧，就令到个鼻腔好咗，注意力啊嘛，摆落去个健康个方面咧，摆落去个留意个身体个方面咧，就会好好多啦。好，唔该晒赵博士，我哋稍事休息阵，转头翻嚟继续一齐健康大数据。时刻有你，一路有我，分秒精彩。星岛中文电台，你现正收听的是星岛中文电台粤语台。好消息 ，Sembolo 卓越牙科推出春季优惠，新诊病人在植牙全程治疗费用中可获减200元，敬请把握。卓越牙科测试引进 Yomi 牙科机械人，诊所植牙手术均由沈伟信牙医亲自处理。沈医生拥有20多年的经验，每月进行100多次的种植，经验丰富，为人细心耐心，技术顶尖。而家单棵植牙只要2500元，低价再享春季优惠，到6月底止。详情速电650-589-8658，650-589-8658。高速5G网络破天荒优惠，个人计划月费最低只是15元一条线，欢迎保留你的手机号码和大机开线，所有计划无合约，月费价格包含税金，冇杂费，机不可失，快啲打嚟接风传讯833-789-5678。高速5G网络破天荒优惠，个人计划月费最低只是15元一条线，欢迎保留你的手机号码和大机开线，所有计划无合约，月费价格包含税金，冇杂费，机不可失，快啲打嚟接风传讯833-789-5678。哎呀，呢排都唔知行乜嘢衰运啊！咩事咁严重啊？我仔咯，成日咳，个新抱咧又成日鼻塞塞，个孙啊又成日周身痕，啲手手脚脚肿晒起身，仲红埋添。有冇去睇医生啊？你啊，当然有去啦。医生就只系开咗啲敏感药俾佢哋食，都冇咩用嘅，个病情都冇好过。喂，啲病情咁似我上个礼拜睇嗰篇霉菌文章啲内容嘅，佢哋话呢啲可能系感染霉菌嘅症状嚟嘅。你屋企有冇试过发生漏水或者水浸屋呢？咁喎，又好似有喎。喂，咪今年1月份嗰次大气河风暴咯，横风横雨，屋顶又漏水，窗框又渗水，啲大地板啊仲湿晒添。但系我一早整翻好咗嘅噃。
咁你有冇烧煤原先整啊？吓、啊，咁又冇喎、啊。嘿，咁你间屋就有机会发霉啦，快啲揾 MyPill and Filament 环节证公司啦，佢哋嘅专业服务一定可以帮到你解决问题，快啲去星岛摩摩拉网站登记啦，记住系 www.moremalda.com 或者打电话6508088884。嘉义片角精彩满分，交通灯号专用城市节奏，星期一至五日落逍遥。健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4:37翻返嚟第三節嘅健康大数据，我系 Rainy， 电话嗰边有听众朋友熟悉嘅赵博士。我哋翻返嚟啦，咁啊，啱啱听完呢个广告啊，有冇留意到个广告系关于啲毛霉菌咧？跟住间屋咧，我就淋个水之后咧，我啱啱讲紧个鼻腔咧，有阵时咧，你系真系要提升自己的注意力，因為如果你不提升，你沒辦法找到那個根底，究竟那個問題在哪裡。如果那個問題在那個毛霉菌那裡，在那裡有些東西發緊毛，在那裡勾緊，跟住然後影響到你那個鼻腔，或者你又吃緊一些東西，跟住呢又是會影響你的鼻腔的。但是你全部不注意，你只係識得去擤鼻或者就咁去食下啲藥，咁你就會睇唔到嗰個因緣喺邊度，個初步嗰個叫 singularity event 喺邊度開始，咁就搞到咧有咗鼻膜炎啊。咁好啦，跟住然之後咧，你聽完頭先個廣告咧，你就處理咗嗰個毛霉菌問題啦。但是仍然都有了個鼻膜炎，因為現在那個鼻息肉大粒了，所以現在是呼吸不到。你說為什麼好像弄了都不行的這樣呢？就是有些東西變成遲了個注意力又不高，那就不停在追緊個情況。你就說吧，聽完博士和 Rainy 講完那些工作那些，如果不適合自己做，換了一份工作，怎麼知道另外一份工作是这样的，人家身边就会说是不是、啊、应该不关那份公司，不过你换了两次三次都不是的。其实那个答案是早点提升了自己的注意力。原来根本是没有换份工作，但是都是同一个市场里面。哦，原来你做广告的。广告当然是 high pressure 啦，因为现在很多公司都不落廣告落去傳統的位置，所以現在搞到呢做廣告的人很辛苦的，做 media 的人也都是說很辛苦的。因為原來現在呢要 keep 住份工作，寫完這份又要寫那份，都不知道監製想寫些什麼，只是知道呢他們很猛的，每天只要我做很多很多份，寫到我直情不知道怎樣。我就在這裡聽過這些人在廣告世界裡面跟我說過這些東西，因為世界變了嘛。你知不知道世界呢變了幾次的？以前的世界就會說我們不夠吃，不努力一點你就沒得吃的了、啊、東西不要浪費，很難農夫才種到東西的。怎麼知道收尾的科技就是看到農夫原來很熱，甚至呢種啲嘢咧，種得太好嘅收成咧，要抌咁啲啊！嗱，而家現代就係咁啦。如果佢唔抌咁啲咧，照出抌出去市場賣咧，哇！原來影響到佢咧係會賺少咗嘅，所以起碼都要抌咁一半啊。農夫自己抌翻啲一半，因為啲科技同埋啲農藥太過好啊，咁啊就落得夠多夠充分的時候，即係未必永遠係咁啦。但是暫時性都看到就是說有誰會不夠食的，這個世界現在不是不夠食，現在是不夠時間。不是，我們放了很多科技會令東西快一點的，快一點之後都不夠時間。為什麼會永遠都不夠時間的呢？是因為我們的注意力呢現在是一路很早很早很早已經分類了我們了，就會說
你是學理科的，咁所以你係唔需要學文科嘅，咁咪叫我哋集中集中去。但係我哋而家呢個今日個訪問係咪講緊啲文科啊？因為你叫我攞啲科學嘅嘢、啲大數嘅嘢，然後講翻佢變成好聽啊嘛。咁呢啲咪需要文科咯、啊？所以其實咧，我哋所有嘢咧同其他嘢有關嘅，唔可以完全係話我哋淨係偏向一邊。咁咧，我哋就去揾好我哋嘅工作啊，揾好我哋嘅嘢，揾到我哋嘅開心。因為人生根本上就唔係咁。咁我就訂咗首歌俾你啦，咩 Rainy 英文歌嚟嘅，叫做 Moon River。係，你聽過未啊 ？Moon River 呢出電影都睇過添啦。Moon River 基本上就話人生好似條河咁樣，有陣時會好好，有陣時會唔好。嗱，如果我用一個角度，好似歌唱比賽嚟唱咧，就即係精神緊張噶啦。但係如果調翻轉，我唱佢時候，我唔係用嗰個心態，我心態直情係由一個 relax 嘅心態，希望我哋去感受下人生嘅味道係點個味道。我會點唱啊？我會唱 Moon River 嚇、其實冇乜所謂嘅 ，Wider than a mile。I'm crossing you in style someday. Oh, dream maker, you heartbreaker, wherever you're going, I'm going your way. Two drifters off to see the world.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 We're after the same rainbows and waiting round the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 Moon River and me.當我們可以呢，不要為了去表演得唱得好不好，唱給自己聽，唱完全當外面，不要理外面，不要理外面，留意自己的細胞聽不聽得到，自己有沒有感覺，都挺難的，因為我真的在唱著而你們錄著，但是呢，但是如果你是可以做多些唱歌的事，自唱，不要有音樂在後面，不要躲在音樂後面，多些由心底發出來，這樣呢，你就可以叫做 one step closer， 叫做再接近一點，提升自己的注意力。其實基本上，我們所有現代人做什麼呢，都沒有找到開心，開開心心去對得住自己，對得住身邊，對得住自己做的那份工作。因為如果你不開心去做，你是做得不好的，同埋亦都傷害翻自己。呢一個咧就係你點睇人生啦，你點去處理自己嗰啲問題，等唔好拖埋隔離身邊所有人落水。因為嗱，好多人中意扮住嘅，記得訪 interview 時候咧，記得講曬佢對方想聽你嘅嘢，咁然後請咗你啦。事實上你又唔想喺嗰度做嗰份嘢，跟住然之後咧就諗啦。哇！我已經做了這段時間，為什麼我身體這麼不順呢？因為你同一時間踩緊 gas， 又同一時間踩緊 brake， 所以個人咪成日好似好多摩擦咁咯。因為你攞到你得到你想要嘅嘢，但係個問題就係你本身係唔想要嗰樣嘢。如果我哋所有人可以要我哋中意嘅嘢咧，我哋多啲留意自己中意啲乜嘢先咧，就唔好话唔系，我一定要嗰样嘢，人人都话好噶啦，咁变成咗咧，我哋而家喺呢个社会度咪拉到紧晒就咁解咯。咁希望呢个用 Moon River 同埋音乐嗰个研究咧，可以俾到大家多咗个叫 relax 嘅 moment。嗯嗯，系啊，我觉得其实我哋好需要咯，吓。嗯。我哋系好需要噶，尤其是而家
唔知咧，疫情之後好似人同人之間啲距離亦都疏遠咗好多啦，同埋大家啲壓力亦都覺得越嚟越大，治安又唔好，我哋冇乜安全感，其實多啲同大自然接觸下，多啲去欣賞一下一啲可以令到你覺得舒緩壓力嘅音樂啊，我覺得呢啲係我哋可以幫自己做嘅嘢嚟嘅。係啊，係啊，係真係可以幫到自己去。所以 我接觸了這個三年前接觸這個音樂的研究就這樣，因為其實本身跟我不是很有關，但是我看到可以對我的女兒好，可以帶音樂在屋企裡面，不知道會怎樣呢，我好奇，因為好奇去接觸這件事就看到，原來音樂呢是沒有害處的，只是 你入了裡面多了注意力呢，你就會變成一個人呢，會發覺其實都不是那麼重要啊，我們不需要拉到，遲早都會搞得掂的，最重要是你的心是否在那個位置上。嗯哼。嗯。好，謝謝趙博士，我們稍事休息一陣，轉頭回來最後一節的健康大數據。阿 Joyce， 喂，乜你睇落咁攰咁啊？哎呀，铺床褥咯，硬系唔啱 key， 瞓到我腰酸背痛，我真系受罪啊！去 K&M 力格床垫专卖店拣翻都啱噶啦，佢哋有各种嘅尺寸，唔同软硬度选择，梗系试到啱先买。佢哋嘅椰棕硬床垫同其他牌子啊，喺硬度上系有明显嘅区别噶。咁我即刻要去力格床褥试试先。K&M 力格床褥专卖喺三藩市362号 Bayshore Boulevard， 电话415-550-7890，415-550-7890啊！唉，又到节日啦，真系唔知送咩俾长辈好。我早就买好咗野花牌绿蜂胶，阿爸阿妈一直有食，血糖、血脂、血压维持得特别好，免疫力都提高咗啊！佢哋身体好，我先放心。呢个好，恭喜送健康，就送野花牌，产自巴西，源于自然，销量领先，官方认证。野花牌绿蜂胶推出买六送一，更提供本地及中港台免费邮寄服务，本地一到两日收到。订购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东湾天福园是绝佳的风水福地，背山面海，拥有山上远景坐向，汇聚山川灵气，眺望整个三藩市海湾，海洋辽阔，气势天成，四季阳光普照，百年风水福地，福泽子孙。全新天福园预购订价保值优惠，分期免息，屋伦华埠办公室828号 Harrison 街及九街 ，Danny Angel 办公室699 The Running Boulevard 1443，或电华人服务部510-839-3388，510-839-3388。传承中国文化，青岛艺术教室全新推出古筝讲堂，由拥有中国中央音乐学院专业教师资格的湾区青年古筝演奏家曾毅课堂创办人 Sandy Lee 授课，课程设定每周一班一堂课，每堂课90分钟，12周为一学期，小班制教学，课程收费每人40元，90分钟。星尚文化提供古筝谱、雅、古筝架学习，逢星期六下午在南三藩市395 I Support Boulevard 星岛日报美西版总部上课，报名查询热线650-808-8888。健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今日最后一节的健康大数据，依然将时间交给赵博士。我们在这个健康大数据里面，或者跟开我很多不同的访问，都会留意到我会周不时拿一些情形给大家去研究一下，想一下。今日呢最后那节呢，我会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不嬲以前呢都以为可能呢，我哋如果掘電油啊，用電油呢就會足夠啊，只要揾到夠多電油呢就有夠多電啦，咁嘅人生裏面呢就冇任何嘢要擔心啦，呢個係80年代嗰個心態，嘩好正啊，回歸都仲有好多年之後啊，咁佢乜都唔使理，開心住先，咁點不知呢就發覺呢就係唔係咁樣嘅。我哋唔係唔夠電添啊，亦都唔係唔夠電油，大把電油，而家個個趕住咩咧，就唔好用佢喎。哇，咁多電，原來仲有咁多電油都唔用佢喎。
你睇唔睇到個心態變咗幾多？就係、是、本來我哋以為只要有最多嗰樣嘢咧，就搞掂啦。點不知唔係喎？原來而家有啲物料咧，塑膠啊、發泡膠啊，而家我哋識得點整啦，仲做到好平添啦。點不知而家發覺我哋係唔要呢啲嘢喎？咁我哋要乜嘢咧？所以我成日講就話用英文一句，我哋唔係離開咗個 Stone Age。因為我哋冇曬 stones， 我哋唔係冇曬石頭，所以先去唔用石頭，大把石頭係我哋要發現咗，我哋做人要做得唔同嘅方式，先可以用鐵，鐵咧先可以起高樓大廈。我哋慢慢會留意到就係唔係一路用緊同一個物料就解決到個問題。我哋要明白個數據喺後邊。點解嗰樣嘢唔得啊？究竟點解我哋唔用石頭啫？哦，原來用石頭咧，個電費單就好貴啦，因為石頭唔保暖啊，唔保暖同埋開住冷氣咧，都好快就散嘅。咁我哋要用啲好啲嘅物料，所以人生裏邊咧，如果攞物料做個 metaphor 啦，我哋人類咧都要諗啲方法係好啲嘅，令到自己注意。高咧唔係幾多種方法嘅啫，但係音樂係其中一種。另外就係多啲喺度練習比較。啊，練習咧可以令到我哋咧啊，同埋有加埋注意力咧，就可以令到我哋開始啊，原來咧人生係咁嘅。啊，原來係唔同嘅。原來我哋做科學嘅都需要。文化的，因為如果不是怎樣表達我們的心所做的事，其中一件事是一直都是說，以前我小時候都教我們，你做得研究的人，你不應該，你不應該說你的心想做什麼，因為你做研究的嘛，你就寫下那個而已，還有看一下那些數據是怎樣的，但是跟音樂研究的人一起，他們會說，啊，博士你又點睇呢首歌啊？我話我唔應該答，我唔應該問嘅。佢話唔係，你梗係要答，同埋應該梗係有感受啊。唔同類型嘅人嚟嘅，我話哇幾好喎、啊，其實，因為如果我哋做研究嘅人咁啱當研究到原子彈啦，咁然後就問你有咩感受啊？冇感受噶，我哋做研究嘅啫。咁啊，咁你話唔係？如果整咗原子彈出嚟咧？收唔翻嘅，可能有啲壞蛋攞嚟做武器喎。咁你點睇？我哋發現咗做人咧，唔可以枕企開跟住做研究。我哋一定要參加嗰個意見喺裏邊。個意見係好重要嘅，唔可以冇意見。做身體嘅健康個數據又係，你一定要自己有咗個意見，你覺得點啊？真係問 How are you？ 你覺得點？如果你覺得係仲係有啲問題咧，咁就繼續要追擊落去噶啦，唔可以話冇啊，冇乜問題啊，繼續先啦，冇得繼續先嘅。如果你就咁繼續先咧，咁就真係咁先噶啦，因為冇人會更加比你更加清楚你身體經歷緊任何一樣嘢。呢個係。一个好大的 material shift， 而家喺研究世界里边咧，我哋有咗个缺乏，好少人喺出边会知道。我哋缺乜嘢咧？缺咗个创造力。新派嗰啲咧，系亦都喺教育嗰度出嚟啦，但系就少咗，因为以前做研究嘅咧，又会做下啲音乐啊，讲紧 Renaissance 嗰阵时啊，又会做下音乐啊，又会睇下啲画，做好多样嘢嘅，乜都会做下嚟等自己叫做 well-rounded 全面啲。但系而家唔系喎，而家系要好 focus， 就系好专业做嗰样嘢，做到冇晒时间去做其他嘢，咁就缺乏咗嗰个 creativity 啦，个创造力。点解咁重要咧？因为而家 AI， 我哋讲起呢啲。呢啲數據嘅嘢嚟緊啊嘛，機械人嚟緊啊嘛，咁我哋人類咧最大個能力咧就係我哋創造能力啦。如果你想你創造能力高嘅時候咧，你真係要去喺人生裏邊接觸多啲嘢。如果你想嗱調翻轉，你創造能力低，不過咧你睇病睇得多，
咁所以你就係見到話我睇咗十種病啦，咁啊睇下邊一個人嘅病咧塞翻落嗰十種裏邊咧，睇下點嗱呢啲就冇乜創造力，就係淨係講緊呢十種病啫。咁萬一你見遇到一個第十一種、第十五種、第五十六種嘅時候，你未曾見過的時候，有冇創造力咧？而家我哋咁多個國家嘅政府都係喺度出喺度強調緊，任何研究者，我哋要令到佢有創造力，唔可以俾佢驚，係咪？係咪啊？嗯，係咪？冇錯。系啊，唔该晒赵博士啊。咁我哋关于创造性嘅话题咧，我哋就下一期节目再见，再倾啦。唔该晒赵博士，辛苦晒你。我哋下星期二同一时间再见。拜拜，拜拜。